大家好，欢迎您观看智云教学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带来 Cream M3 的按键介绍视频。一、电源键，长按，开机或关机；单击，锁定或解锁触控屏。二、扳机键，双击，云台回中；三击，切换自拍模式；长按，进入疯狗模式，松开返回上一个模式。三、滚轮。可在触控屏上自定义设置，控制光圈、快门、ISO、变焦、横滚。温馨提示：连接蓝牙模块可以控制相机参数、光圈、快门、ISO、变焦。如需了解可支持的相机型号，请登录智云官网 Cream M3 详情页相机兼容列表查看。四、M 键，单击，左右跟随模式 PF 或全锁定模式 L 或全跟随模式 F 三种模式切换。双击，第一视角模式 POV 或三维梦境模式 V 两种模式切换。长按，云台电机休眠或唤醒。五、录像键，单击，开始结束录像。六、云台摇杆，在航向跟随模式 PF、 锁定模式 L、 全跟随模式 F 拨动云台摇杆，可控制云台上下左右运动。在三维梦境模式 V 下，控制航向轴转动。七、补光灯控制波轮，长按，打开或关闭补光灯；单击，切换亮度调节或色温调节；上下波动，调节亮度或色温。八、触控屏，您可以在触控屏上调节云台模式、电机参数等，还可以再查看稳定器当前电量和拍摄模式。如需更多教程，请登录智云官网 Cream M3 详情页查看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感谢您的观看。